大年初二，赖清德到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参拜，现场发福袋，吸引大批人潮，排队人龙绵延好几公尺。排了一个小时的啊，新年新希望就是跟总统就是见面，看到总统。排了大概多久？半个小时，拿到总统的红包，我们觉得很开心，很棒。等再久都值得。虽然苗栗向来被视为蓝营的铁票仓，但赖清德在这里展现高人气，县长钟东锦也陪同，还称呼一声赖总统。总统年初二就来哦，让我很放心，表示总统对苗栗很清楚也很了解，因为我们苗栗哦，现在真的是需要中央关爱的眼神，更多的建设来祈福。同时呢，叩谢神恩，感谢天上圣母保佑，这场选举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也能够圆满成功。当然，更要感谢苗栗县父老乡亲鼎力支持，让我能够高票当选中华民国台湾第16任的总统。赖清德特地感谢乡亲大力支持。至于副手萧美琴，春节期间特地到永和新生派出所慰劳辛苦执勤的玻璃士大人，发加菜金之外，还送上猫咪罐头。罐头上贴喵春联，萧美琴为派出所的锁猫也准备了过年大餐，贴心举动外界一片好评。森讯黄金城郑凯中、黄梦珍苗栗报道。